接下来，班卡本届校庆运动大会获纪录同学。2年14班李俊男同学在男子跳高项目以1.56米成绩破大会纪录。2年18班邱敬汉同学在女子铅球比赛以8.6米成绩破大会纪录。2年19班季成佑同学在男子400公尺破大会纪录。 3年级班王立文同学在女子200公尺项目破大会纪录。3年14班陈静文同学在女子800公尺项目破大会纪录。4年3班蔡嘉欣同学在女子100公尺项目破大会纪录。6年1班曾勇成同学在男子200公尺项目破大会纪录。6年6班吴友仁同学在男子200公尺破大会纪录。恭喜以上得奖同学。 得奖的同学出列，得奖的同学赶快出列哦。